马自达的 RS7、RX8 转子发动机好听是吧？我看看啊，不是这车为什么2300匹啊，还没改装呢？我操！哦，看错了，兄弟们，230匹啊，吓我一跳。奥迪 RS7 22年的，这是不是你们的梦中停车？原厂591匹啊，最高时速250。你开一个你的最好看的轿跑出来。轿跑 ，OK。原厂的数据跑一下，看看谁快，再去改装一下看谁快，好吧 ？OK。对，这个车在巅峰极速里也有啊。如果你想玩手机的这类游戏，可以去玩一下巅峰极速啊。你这不是改装了吗？还说没改你？我没上配件，没上配件。但是你改装了呀，我直接原地改好吧 ？OK。看咱俩谁改的好看，你装配件，我改装。哇塞，西装暴徒的兄弟们来了，可以改装，来看看啊，一起改装一下这辆奥迪 RS7。好，第一个不改，前铲就不用加了吧，加了好丑啊。前保险杠选第三个，这车要加宽吗？碳纤维吗？这车后照镜改成碳纤维的，还是银耳啊？感觉银耳比碳纤维帅一点。有原厂尾翼就不用加尾翼了吧？会被喷的。尾翼我就不加了啊，有原厂的了。它那个排气管不能单独改，不能改成恨天高。内饰颜色搞个红色的，最好的内饰，2600。好，我改好外观了。它轮胎那么大的吗？这个可以啊，颜色也搭配，就这个吧。烟雾啊，看看有哪个，哎，有点多呀，得找找啊。氮气也有点多呀，兄弟们。这底盘灯够有个性吧？这车顶配件装这个刚得到的大拇指，有点不搭配呀。我喜欢这个小熊，因为我也有个小熊。车挺好看的啊，这个外观底盘灯和车底配件有点一言难尽啊。我这个还可以吧，你看他的这911可以，也很帅啊。木里来跑一下。哇塞，这么快，我操，赔钱刚买的。那怎么那么快啊，你真的没加配件吗？你那个原厂马力多少？没加配件的啊。现在是450。450啊，那你没了，我591。我不欺负你，你跑吧，直接走。好，再见。我不欺负你，好吧，我就跟着你。跟着我，我直接就你那个是前驱的吗？你说这么快，怎么还有特效啊？拜拜。啊？不对，就这，我这个怎么加速这么慢？完了，你完了，真完了，你的奥迪 RS7 直接落下水，好吧？跑不动呀，254上不去了。我296，你加配件了。是不是没加？没，全部下掉了，全部下掉了。来加上，来加上，比一下来。这个刹车也刹不住，来来来，天哪！满配的奥迪 RS7， 马力直接896，最高时速364。你呢？我801，最高365。哎，你怎么还比我快一点啊？你跑我就跑来。OK， 拜拜。他的车贵还是我的车贵啊？差不多吧，应该。我要西尾流，加速！西尾流。看我那个底盘灯，我操，在地上阴暗的爬行。没事，我也吸。西北流，哎，撞人！我就减速了，我减速了。想撞我？坏了，太坏了！咱们离远点不撞好吧，各跑各的。OK， 我倒计时啊，3、2、1，就跑啊！一就跑，过一的时候就跑。准备，3、2、1。嘿，我就知道，哈哈，他好快呀，他那个车，必须，世界第一快男，不能越界的啊，各走各的，好，再见。你怎么还有氮气？我天啊！都没氮气啊！我天啊，还有氮气！我天啊！你们喜欢哪个？这两个车应该大多数都会选我这个吧，西装暴徒